咁你覺得點先係真正嘅美麗咧？好，而家都要係內在加外在嘅，即係你冇外在，人哋唔會去發掘你嘅內在咯。咁所以內外都好需要，即係譬如你自己，除咗靚之外咧，你真係個心地啦，同埋你嘅，你嘅行為啊，好多嘢都包括嘅，即係靚。即係如果你嘅心地好，你嘅樣好靚，你心地唔好咧，成日去害人啊，做啲唔好嘅嘢啊，咁已經係醜嘅啦，就我好直接。所以你个人不是很漂亮的话，但你成日做很多善事帮人啊，又一个人的性格好的话，我觉得佢呢啲嘢系由心发出嚟嘅。即系出嚟做嘢好容易学坏嘅，即系我先学坏，可能系多杂念啊，会计算好多人佢做嘅嘢啊，甚至乎自己做嘅嘢都系好多计算。你有冇经历过呢啲俾啲妖孽啊影响你？計算啊，又冇喎，又冇喎，即你當係譬如工作上嘅計算有公司負責，咁同埋成日我會覺得